三妹跟三妹夫我也磕，他们那个还不能讲，得往后看。二妹跟二妹夫他们俩这种，因为我就是那种生活中不太会特别主动的那种人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在这里面我看了二妹去撩撩唐凤舞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好会呀、啊，她简直就是行走的教科书，我就觉得你怎特么别又特这别厉么的害出息？啊！还有谁啊？哎呀，出气，宝宝，哎呀，Hello，要不要上前跟大家打个招呼？哇，哎，真的坐过来这是了，谁呢？有人想我Hello，了吗？什么记什得么？我吗？你最近有追剧吗？你爸爸不买记会员了得吗？优啊？酷，有看吗？你爸爸在看剧追的剧时候开吗？弹幕了吗？宝我妈贝，妈帮我买的。还是你妈妈大方，我跟你那你们说。先说正经的，先说正经的，不要管他。好，那韩庚老师呢？你最喜欢哪一对儿？我觉得我跟薇薇安挺好。你把我放在哪里了？你跟薇薇安发生了其多实少啊，故事？到底？你就这其实样我直确实播我横看遭阂爱了。剧挺喜欢看那个蓝洁瑛跟那个薇薇安的，还是好看的。反正就离不开 Vivian。你主要但还是确要实是，看 Vivian。那我也不能就愿意看你登峰见直啊。你看，要不我俩是一伙的呢？对呀、啊那 Vivian 你自己最磕哪一对儿 我说良心话，爸爸妈我妈。觉得二妹和根哥这条线啊。